他问我上单是什么奇葩，没有一局美奇葩。全军出击，未来五天的预报，停，有彩虹，还有流血事件。怎么的，中单落手啊，找他去啊。飓风就要来喽，正在百年一遇的风暴中。好啦，平 A 平 A W。点点 W 解锁。我们正在查看顺风路的理想环境。飓风就要来喽。点点。先等等，我们开拍了吗？ W 点。谢谢奈儿饲养员 W， 还有二十秒开奖啊！一个半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兄弟们！来 W， 哎哎，拉不到，哎哎。哎哎，今天请待在室内。哎，蓝枪吹，哎呦，干嘛呀这，往右边走吧。硬换我闪现。哎，哎呀，换了，差一点点。先来个皮孩，再来个黑暗封印。开始赶克我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刚才我们把双招交了，下一波落手肯定有双招。他如果直接双招干我们，我们很有可能就会被干死。所以下一波一定别太骚了，知道吧？不要太骚啊，这波不要太骚，等一下召唤师技能。我们非常有可能看到五杀。吹风打不溜，插个眼儿。兵有点多啊，现在打不溜。吹八八六，吃个药不知道能不能死啊。哎，没死。哎，干嘛呀你们啊，要干哈呀这呀。减速欺负人是吧？啊！
没完没了了是吧？给你个减速，平 A， 平 A， 吹，别急啊！我们先来看看小地图。吹。好了，回家了。西地海，配本小黄书，这个卖了，买个药。奇葩，真是奇葩。八八六一手点，哎，打八六点点点吹点，打八六点点，打八六吹，致命点燃。他连碰都碰不着我，你看吗？秒表放在第二格。付个扣，我们有100%的几率看到一边倒的场面。吹点，打法溜点点点，打法溜一点，吹打法溜点吹，蓝不够了。八八六点，我在现场了，你的气候不是那蓝枪指定要闪现，我们快点走。哎呀，回回拿闪现换我闪现呢，他不知道里边有眼，傻了吧唧的。哎呀，蓝枪你能杀不？相信我，我是气象播报员。这波有点危险呐。OK， 回家。我秒表都没用呢，还赶紧回家。我们正在查看顺风路的理想环境。先来个仪式的章节，我就不出那个软件改造了，一会儿再说吧。
现在给塔加后盾也是持续衰减的后盾吗？吹，他有闪现了啊！等个大招。哎呀，他倒是补的。这落手可能在草丛里边蹲我们啊，来打破六翼，瞪我，好瞪。哎，吹减速，吹起来，开翼 ，W 级点燃，叮。一没溢出来，哎呀，差两秒钟，也不差两秒钟，0.2秒钟差，把这个卖了，出个爆裂魔杖。这边他有闪，我没有闪现。这就是接球。我被 E 了就 R 不行，因为我 E 了就 R， 我们就相当于白用技能了，我得杀他。不适合穿短袖。我这波死了，跟我自己没有关系，是因为我没有队友。别人家打野跑过来把我技能打掉了，他不用放技能，我们就没有技能。我打他必须得有双招，他有闪我没闪，他比我多一个位移技能，那怎么玩？打不溜，飞起来，打不溜一，走了。那蓝枪换了我两波闪现。嗯，干嘛？嗯，打个眼儿，打火溜，点，点，点，吹。上来，减速，疾跑，先把他塔拆了，去跟队友打团去。W 点点吹，给大吧，走吧。W 点点，闪现 W 查眼儿 ，W 应该 Q 他好了。这视野太难受了，换个软件改造。我估计刚才伤害 W 接个点应该能死，这是200伤害，这个是100伤害，差了100滴血正好。
搁这儿呢吧？哎，搁这儿呢。蓝枪也不好使，他不是刺客，没啥用。看看下个装备来个什么啊？要不咱来个星界驱驰怎么样？没除过，除一个试试啊。减速 ，A 推 E，A W，W。滑溜，吹回去，起飞，给他吹到稻草人大里边，可以推。来我这儿经济靠盾打板溜加个血用不用啊？好像死不了，可以推打板溜 A 一下 A 推打板溜点点开 E， 这有个乌鸦来减速吹飞，我上了，封着它，别，点燃吹死，我需要个蓝 buff， 谁能帮打个蓝，谁就是我的好兄弟。你打不过蓝，我能玩死他，我还打不过他。回家。有没有移动速度再快一点的东西？法强的，好像只有巫妖了。我这美甲窃魂卷得要了啊！和提示器来指引你吧。差了400块钱，等400块来个美甲的窃魂卷。去下路找着落手的。折磨他去。折磨，吹，折磨，开 E，A， 打溜直接控死。Dominating， 谁 Dominating 了？开吧，没事，他们这上不来，这都那中路一个笨逼，打野一个笨逼，上单一个笨逼，下路辅助一个笨逼，哎，
推一下，来 W 扭推起来，给盾 W 扭推 A W 扭 E 推方闪现走，兄弟这可救不了了啊，这可救不了了。寒冰走位吹打不了，吹风跳弹呀，我靠，这跳弹没跳下去，哎呀，跳弹来一个梅家的血魂卷，怎么会这样啊，漂亮！哎呀，没站在跳弹旁边，没下去，气死了！这怎么远程英雄实在是有点恶心呐？那550的射程应该没多远啊。可气呀、啊！这跳弹没跳下去。洛克萨斯之手拿了个1000块钱，可以打个小龙，男 buff 应该有吧？我来一个，你这个笨逼！我套你猴子，我套死你，你别走啊，气死我了。我的蓝没了，我回家打蓝去，我受不了这气。可以打大龙，其实就这个奇葩上来，每一把都有奇葩啊，每一把都有奇葩，就自己是最奇葩的那个，就每一把都有奇葩。哎呦，炮盾打把溜吹，给我闪现斩了，给我杀他！哎呦，好亮！你们是真不知道到底谁是爹呀，这把。我也来一句啊，我也来一句，我看看啊。哎，每一把都有奇葩。真难玩。每一把都有奇葩。卖了。气急败坏了，气急败坏了，开始，哎，就说你了呀，咋了？啊，就开始气急败坏了，神志不清了，推一下。打不了一手，飓风就要来喽，给赵信加血，你
意思？啊，你啥意思？你跑啊！推！哎呀！要杀人！没事，你可以回。Nice， 闪现给 W 推，推起来点 W， 你帮我杀一下兄弟。啊！这小子就杀我呀！他落手跑得真快，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跑得这么快。咱下一个可以直接来个板甲，这样可以防止一下对面杀我。给大家结个账啊，兄弟们，啥也不说了。